岛美综合报道。52岁加拿大乡村天后仙妮亚唐人近日受访时自曝从10岁开始长期遭到继父性侵，引起外界关注。仙妮亚唐人22日接受英国媒体访问，透露自10岁开始长期受到继父及瑞唐恩性虐待，对其造成极大阴影，在身体与心理及上还有性方面。我不想讲细节，我不介意公开这件事，只是希望让有相同遭遇的人知道，你绝对可以撑过去，好好活下来。仙妮亚唐恩坦言，当时没对外求助的原因是担心若公权力介入后全家会被拆散，我无法承受这个结果，过去的家庭充满暴力，他整天担心继父会杀害母亲，夜晚时常告诉自己切莫不要睡住，要等到继父先睡才能睡，整个童年活在痛苦之下。仙妮亚唐人凡是自爱他古人，仙妮亚唐人凡是自爱他古人。